对吧？哈，你跟被害人从事过几次性交易？你跟他从事几次性交易？你认识他多久了？我记性真的很差，我是真的记性真的很差。你每次性交易代价多少？计划的怎样？你在那上面跟被害人对谈，你跟他说多少？我跟你讲啊，男生的贷全部留着了，你们对话全部留着了。你跟他说多少？你自己定的价嘛，你还要想啊？这不是我定的啊。为什么不是你定的？他好像跟我说1000多啊。1200，是不是？是吧？1200。1200就可以跟你性交易，是他提出的还是你提出的？他自己提出的。啊，我是因为我现在我要用钱，我要用钱才答应他。